咁啱 style 玩到烂，骑马佬就冇运行。嘥哥喺演唱会饮呢只牌子嘅烧酒，烧酒公司嘅股价七连升啊！不过一首几 hit 嘅歌都会有听厌嘅时候嘅。我扮江南 style， 日 loop 夜 loop 三个几月，冚世界都恶搞过，致敬过咁滞，以为可以巴闭落去啦。之前江南效应大 hit 到，嘥哥老豆间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股价升到砰砰声啊！由七月 MV 出街得1650行环，曾经升过七倍，到今个月中嘅13100行环。但系可能呢排只冇摁得艳艳地啦，又或者谂起间公司关晒乜事啊 ？DI 股价出现大幅回吐、哦，较高位跌48%，现价报6800行环咋。查实嘥哥最近代言只新拉面被验出含有致癌物，真系估唔到咁快轮到老豆公司股价冧啊！